Ba-da-ba-da-ba-da.我先找星巴克。啊？星巴克？去买蛋糕吃。我问你去搭飞机，然后你说机场有星巴克，我去机场最有去星巴克啊。好的，谁不知道 Starbucks？ 啊，老师，你英文这么好。就是说你要 check in 吗？嗯，那你 check in 去找柜。check in 之前我先去星巴克。因为你上飞机会累。换学生吗？你好，你是叫服务生吗？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的，请认真上课。好好，今天我们简单介绍一些，就是有关你在机场的时候用到一些单词。那例如说，你叫做 check in， 就是你要去入住。在你在机场的时候 check in 是什么意思？上飞机。学生，你要好好加油。那你要教我，我现在教你。check in。主要就是你要先去那个地勤人员那边，然后我们去拿机票，去确定位置，然后确定是你要上飞机，然后我们就会说，哦，我想 check in 行李，然后 is there any hand carry？ hand carry 就是说你有没有随身携带的行李，然后有限制吗？有限重吗？有限。那个你搭飞机的时候都是限多重啊？其实。超重！我这次来的时候就超重。你每次都超重吗？没有，就小时候。教我，来，你说，你想要学什么？我想要学更多关于机场的事情。老师，你常坐头等舱吗？好的，你都坐商务舱。好的，机场是的。最低等级是什么？等下我学到 last class。老师，你没遇到？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你们呢？还要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意思就是早安。还要辣油啊！还要辣油啊！要切粉丝还要辣油啊！还要加点辣油吗？不行，我不行，太烂了。